来看看我们家几个钓鱼佬的北欧生活日常吧。我们家两翁婿说要去看看海上结的冰，顺便把我们宝宝带出去散散步、透透气。我知道他们两个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每次找借口出去遛宝宝都是把钓鱼工具给带着的。这时候天空已经飘起小雪了，他们让我们在这边看娃，他们说要去冰那边看看。渔具都已经带过去了，肯定不是看看那么简单。我过去检查一下他们在干什么。连续10多天，零下10度左右，这一片内海已经完全结了冰，但是这个冰还是很薄的，冰掉的话是很危险的。我来看看他们两个在干什么。去钓了一条呀，耶，可以哦，小鱼。你们长得懂啊，用斧头。钓钓，把它放回去，快点，放回去。小心啊。嗯。呵呵。好大。这边还长得懂。哎呦！哎呦！然后又吃完了。然后，再吃了。跑了。跑了。哎呦，鱼，快点！在咬嘞，看到了，拉完回来，快快点！在跑哟，快快快走，快来快看，电视。然后，有没有吃？哦吼！吃完了，我跟你说嘛，喊你快点，你不行。再吃啊，快点，快点拉嘛，快点拉嘛，拉满了。又跑了，又跑了啊！又跑了。哎呀，烦了！ I tell you, once I get it, getting this is hard. 快，有点吃，有点吃。那你哪门菜的？哪台呀？一口都跑了。嘎一口都跑了。嗯，肯定。哎哈，有好深。17米。那么浅呢？还有啊。哎，咬得凶，咬得凶。好好。又跑了。又跑了。哎。我知道他们钓不到，就过来看宝宝了。这时候，我妈正在跟我宝宝说川普。哎呀，宝贝！哎呀，下好大的雪呀！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好大的雪！哇塞！钓鱼佬钓不到鱼，肯定不愿做更久的停留。小海螺说：“别划走，后面还有精彩的。” The next day。啊好，挂了。啊哈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哈哈哈！来！大鱼，哎呦，这个可以吃，小心，哎呦，又钓到，小鱼大鱼，可以，来。等浪浪来了，啊，快了！哦，好。又钓到！还跑不跑？你在跑哪里？是吧？